云端是滚轴溜冰呢个运动咧，对小朋友、对学生有乜嘢好处嘅咧吓？嗱，咁啊，讲咗对嗰个心态上先啦，咁啊，对学生咧就有个可以有一个系有个自信心嘅提升啦，同埋可以系练到咧可以同其他同学仔相处啦，咁体力方面咧就可以练到佢哋嗰个身体嗰个协调啦。同埋可以提升改进佢哋个体能咯。多谢你接受访问啊，阿欧连 Sir 啊，请问单线滚轴溜冰呢项运动对学生有咩益处噶？有咩益处？可以练习胆量啦，身体平衡啦，同埋团体合作咯。多谢你接受访问啊，子玲爸爸，请问你觉得单线滚轴溜冰呢项运动好唔好呢？我觉得呢项运动系好好嘅。会唔会保持训练呢吓？会，我一直会俾阿子玲训练落去嘅。多谢你接受访问啊。梁子玲啊，你玩单线滚轴溜冰开唔开心啊？咧开心，刺唔刺激啊？刺激，多谢你接受访问。